接下来啊，我们展开耐力体能的训练。前两名，到，为一组，中间两名，到，为二组，后三名，到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比拼，以组为单位翻中号轮胎，速度快者胜。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啊，让女生先走一步。不要让，得让，毕竟是。 开始，一二，我他们怎么滚那么快？他们仨人，二组不行，二组男的怎么回事？不行，二组，一二，我就喊口号。 每个人脑子里面都有那个意识，然后就会去下意识的同时去搬。你们赢了。感觉非常棒。 行，啊，你看看你俩，啊，刚才那个吹那个牛，啊，你还要让人家一半，你这怎么让啊？他好像没使多大的劲儿，我不怪他。看到大轮胎没有？看到了。刘瑞明，敢不敢？敢。 加油！可以！哇！这玩意儿挺大呀，还磁沉磁沉的。凭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力量，都不足以把它翻过来。如果一个人翻不动，你们组队试试。我来。我们俩。加油！加油！我这两个人。来，三。 牛牛牛！我膝盖卡住了，走啊，别愣着。可以，三二一，二，三，腿。哦，对不起，没事。 加油，准备！三二一，起！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，任何事情都会被我们所攻破。我是想让他们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。